笔，这个是变成斜的，提，这是横平的，一斜一正，横画要短，两个高低要变化，横画间距要相等，横折横要稍微细，啊，转折的时候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要粗一点这个竖画。握钩由轻到重，顺风右笔向右下方斜到平，到这个地方稍微停顿一下，握上去，点向右带。这个字形相对要高一点，不要写的特别宽或者是方正都不可以。这个是我要粗，要向左下方斜的，心字底略向右偏一点。